因为我是河北人，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沧州是武术之乡。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所以我应该是从3岁就开始练武术了，练的就是少林。少林的核心可能跟就是武术学当中所有的这个核心是一样的，就跟做人也是一样的，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走如风。做人就要挺立起来，堂堂正正的站直了，别趴下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功夫或者喜欢功夫的人，练功夫的人，这都是一个核心。